几天没来地里边了，你看哈，小官和西瓜都长哈这么大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葛英，小官也长哈这么大了，现在过来把这个头头切一下。小官去头接袋袋，把去头扯歪歪。给儿给儿，半天寻不上你，你儿在这了。二妹给咱们拿了一点这个小茴香，这小茴香，嗯，你该让二妹姐吃个吧你、啊。你二妹说他们可多了，吃不完，赶快叫咱们吃。打起完的了吧？打起完回给咱做饭嘛。马上就完了嘛？那你要准备小茴香咋吃呀、啊，你儿子？你咋看月子多吃了吗？那回家给咱们沏上些面，咱们包子吃包子了。那行。太长时间没吃了。嗯，这样就完了。完了，走，回。嫂子快来的来吧。哎呀，还多着了。吃好梅子嘛。哎呀，今天的梅子嘛。起点面，来点酵母粉，白糖，再放点猪油，和起来。和好了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太阳底下让晒吃，一哈哈就起来。把小茴香全部剪净，今天就挑一个素馅嗨嗨。小茴香切碎，放点韭菜，倒点油。拌起来真不容易出水。把粿条炒一下，葱花夹末。粿条往头上下色。粿条亮亮了，倒进个亮亮的鸡蛋，调下味儿，盐、鸡精、三香。拌起来就能包了。现在天暖了，面一哈哈的起来。把面揉均匀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全部包完了，上锅蒸。凉水下锅，水开大火蒸上15分钟。蒸出来出锅。包子就这么蒸哈，你看虚虚的，看哈里边馅有多美，我见都可香了。去吧，该吃。我以为你不弄，看我当吃了。弄呢，我以为你饭不吃。倒一点酸辣汤。这个吃完的海海，我发现就直接可好吃了。啥馅儿的啊？嗯。不要看这素海海，吃起来可美了。我都把一吃完了，再点一个。小茴香，咱们以前两条都吃过。我说这次给你换上个花样吃。明年你给咱们也做点小茴香，整个月吃就行。嗯，吃点包子，喝点汤，少点。这两天天本来就少嘛，多吃两个没事儿。俺家剩几个了还？看看我还没包完，咱们还能包着吃一顿。哦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记得点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拜拜。